What you gonna eat? 今天上。 这个好像麦当劳是我每年过节的必来之地。一个圣诞老人和一个鹿。 好奇怪，我都开始吃了，我就说还有好像有个 muffin 嘛，然后有个咖啡吧，然后有个 macaroni 吧，因为我今天要吃那个 scone ice 嘛，然后结果我也不知道这是谁的，然后我的是5.0，我的是5.0的可乐，哎天哪，这乌龙真的是，我把一个 EO 的 burger 已经吃掉了。 我可以闻到烟火的味道。